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我最期待，我答应你我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我也实在讲不动了。主啊，你是坐在宝座上尊贵的羔羊，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敬拜和尊崇的主，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俯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懂得伏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遵循你的旨意，把你的道行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路都很简单，他讲得很清楚。有正好像有人说，培会培会培来培去都是没有别的，第一讲罪，第二讲爱，第三讲行道。有人总结起来叫做信望爱，讲来讲去就是这样。当然因为神的道每一个都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些人却需要反复的被提醒，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所以在最后一篇的信息里面，意思是跟第一篇的信息是相对的。我用耶稣是主这个题目来跟弟兄姐妹做最后的这一个信息系列的总结。这两篇我们一直在讲，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你要做一个成熟和成长的基督徒。你需要从未来的角度去看今天的得失，你需要从未来的眼光去奠定现在的路，你要让耶稣做你的主，引导你一步一步的走向未来。在昨天的信息里面提醒我们，你要把你过去放下来，否则你走不到明天，你不会有个全新的你。在昨天的信息里面提醒我们，需要帮助的信息。在今天信息里面，我会帮助各位，我们怎么开始成长？我们开始从聆听，从敬拜开始成长。所以你看，成长只有一个秘诀，就是把它活出来，对吧？你都不缺少机会。你要学习聆听上帝的话，你要学习把它活出来。你只要肯把它活出来，你生命就会越来越成长。没有别的捷径，没有别的。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念到第二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那么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来，到了加百利，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做人心情要得心，因为他的教训平安，正向有权柄的人，不像人事。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那他就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验证我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将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救出来，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面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大能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也乌鬼也听从他。耶稣的名声就转变了加利利四方。有一个故事，当他在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人来请他去。鬼，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经验。有一个人被鬼附了，请这个牧师去赶鬼。
但是这个牧师在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之后，那一天晚上他内心深处有一点点的不自在。为什么？因为他听说前几天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也被邀请去赶鬼，结果他还没有赶鬼以前，那个鬼就把他暗地里做的坏事一个一个的讲出来，所以结果你们都知道，不是他赶鬼，是鬼赶他。牧师心里想，如果你听我去赶鬼，结果会不是一样？如果结果是一样，那怎么办？所以他有点不自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突然想到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他说耶稣赶鬼是怎么赶的呢？耶稣他叫那个嘴，叫那个鬼闭嘴。当那个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耶稣，你是神的圣者，那个鬼好像还要继续讲下去，对不对？意思说不要说话，从这里身上出去。他的内心就安了。他说明天我去赶鬼的时候，如果那个鬼要讲话，要讲我的故事，哇，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太不聪明，他应该怎么说？奉主耶稣的名闭嘴，就让他讲出来，没有机会给他讲。他没有，有没有机会再去赶鬼我不知道，但是我常常想，今天基督徒怕鬼吗？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小心回答。基督徒怕鬼吗？你又不回答我，你小心回答，不是你们不回答，你要回答。基督徒怕鬼，理论上说我们不应该怕鬼，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比鬼大。但是坦白说，你怕鬼吗？怕。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有鬼，对吗？我讲的对吗？很多人说，如果不做亏心事，白天不做亏心事，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如果你里面没有鬼，你不必怕，因为魔鬼对你没有任何的权势，他在我们身上无权、无份、无级别，因为我们是属于神。基督徒不应该怕鬼，但是我们现在变得很怕鬼，是里面。所以外面的鬼还没有赶出去之前，先把我们里面的鬼赶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真的被鬼附啊，我是那个带引号的鬼，你那个鬼要赶出来。今天拦阻我们成长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导致我们的生命不长大？你的心里面需要改变。有些观念我不必赞同，因为有些观念我只是一笔带过。这个信息我有三个部分，但是有一些部分可能我已经提过了，我就不必再提，我只是简单的。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记载的里面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即便是这个神迹之后，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你看这些犹太人的反应。如果当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我假设我自己吧，如果假设我中间有一个人被鬼附，没有人可以赶得出来，因为我在这里，耶稣的名赶出来。赶出来以后，你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哇，这个人是谁？你一定要知道，先要问这个人是谁。你看看，当耶稣把鬼赶出来以后，那些人并不在意耶稣是谁，他们在意耶稣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很奇怪。犹太人他关注的不是耶稣是谁，他关注的是怎么会有这种事。他竟然用权柄吩咐他们赶鬼，吩咐鬼出去。我提醒各位，当时犹太人的赶鬼，犹太人的拉比也会赶鬼的，但是他们赶鬼等一下我再讲，很好玩的。他们不像耶稣一样
在赶鬼的，所以他们感到很惊奇。这些人，这个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奇怪的是，他们不问耶稣是谁。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奇怪的事，遇到一些人能够行神迹、行异能，我们一定会问：这人是谁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对不对？这很正常的反应。但是他们竟然说：这是个什么道理啊？他注意的是事，不是人。所以你看看，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要耶稣，是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他们的弥赛亚，这个受膏者，这位受苦的仆人，这一位要来拯救他们、赐下复兴的这一个上帝所应许的拯救者，应该是军事、武力、经济、领导、政治上面被他突破。但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这样。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我右脸给你。”这个上到战场上还很危险。有人说你一刀，我这边给他说：“你绝对不倒下了，怎么打仗？”那这种人怎么带领我们国家兴旺？不要脸。你看看当时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当马可福音写，当马可来写马可福音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当时的教会真的是逼迫。我非常喜欢读马可福音，是因为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的基督徒，就在罗马，所以我是在罗马那个地方去读马可福音和读罗马书的时候，感觉特别亲切，就好像在跟我说话一样。因为当时的罗马的基督徒正在遭遇逼迫，在那些逼迫的里面，教会内部有很多危机，有很多异端出来，他们否认耶稣是主，他们否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个人而已，他只是个圣者，他并没有上帝的神性，他是一个异端。所以教会内部有异端出来，教会的外部有政治的迫害。你信耶稣下监狱，你信耶稣财产被没收，你信耶稣杀头。所以在那个内忧外患的里面，很多的老的基督徒开始追求，很多新的基督徒开始发问：主啊，你到底是主啊？所以马可在写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他特意把赶鬼的神迹放在了整个马可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即使是耶稣。他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做主，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鬼。基督徒在这种苦难的环境里面怀疑耶稣是主，是因为我们心里有鬼。什么鬼？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对主有一个我们的框架。不晓得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在祷告：主啊，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结果我发生的是这样。约伯就这样，约伯就这样。我是一个敬畏你的人，我是要猫这样的，应该轮到我的不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轮到我的是这样？所以我就接受不来。换句话说，我们对主有我们自己的观念，有我们自己的框架，我们把上帝放在了我们的框架里面。有一句话可能你听起来很刺激，但是这却是事实。听清楚，圣经并没有启示神的权柄。讲清楚啊，这句话你听清楚啊，圣经并没有启示神的权柄，但圣经启示的神却足够让我们去认识。你听清楚这句话吗？上帝用圣经，用他的话启示他，圣经没有大过神，神比圣经中启示的更丰富。有时候你在圣经中可能找不到答案，因为那是个奥秘，明白吗？有时候你所经历的好像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为什么我经历那样？因为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奥秘，
定要用你的观念去套在上帝身上，不然他不是主，你是他的主。我有时候读圣经，我这几年也在念神学，我说我非常挣扎，知道的越来越多，并不代表越来越认主做主，你明白吗？我的老师一再的提醒我，当你读完整本圣经，当你研究过所有的理论之后，你要清楚的记得，他才是最大的主宰，自己放下。所以我昨天跟你说，我最享受在讲道的过程里面，最享受的是讲完道以后，你和我一起享受这个东西。你如果还不明白，我举个例子，这种让自己做主不让神做主，心中有鬼的人，他常常反映在他的祷告里面。你去看他，你在祷告是不是这样，你要小心。这有一本书叫做坚持一生的祷告，你看过没有？没有看应该先好好去看这本书，我看了两三次，得到很多帮助。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他去参加他儿子的足球比赛，是一个学校校队跟校队之间的冠军赛，也就是很多学校在一起比，这两个学校比出来是冠军，所以他就去参加，很自豪他的儿子在这个足球队里面踢足球。结果他在儿子在踢足球的时候，全晚上在意大利踢球，没有打到。还没祷告呢，那个传道人他儿子在祈求，他就祷告，主啊，帮助我儿子的球队，让我可以踢一进球。正常啊，用圣经说凡事皆祷告，可以吗？可以祷告，但是他是在心里祷告。但是，就在他祷告完毕以后，他的耳朵听见在不远处有一个姐妹也在祷告，原来他的儿子在另外一支球队。同样的时候，都希望神帮助他们的儿子。结果这个作者就发出一个问题，他说：“那一天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那一天神可听谁的祷告？”你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很有神学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想把神拉在我们身边。我问你，到底谁是主？我们都希望神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我们画一个圈，让上帝站进来，上帝照着我们想象的。我告诉弟兄姐妹，听见在我的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所做的是超过我的想象。在不是的里面是，在是的里面不是。你看，上帝把生命隐藏在死亡里面，你怎么想得到？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你怎么想得通？耶稣透过他的死带给我们生命，在苦难里面带出荣耀。保罗说：“我这次战是轻的苦楚，若彼此将来赏予我们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你明白吗？你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这样反着的事情：在死亡里面有生命，在苦难中有荣耀，在失败中有得胜。十字架上的耶稣强盗怎么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跳下来，他都失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么如此失败？结果上帝却用这十字架上看似失败和软弱的成为拯救人的大能。神做事常常超过我们的想象，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常常把上帝拉到我们这一边。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天南北在打仗，北边是谁呢？林肯。有一天他在办公室，他的牧师跑进来，你知道美国人的军队有军牧的，军队的牧师跑进来。林肯总统，我们要组织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基督徒开始祷告，因为我发现对方的军队的牧师已经
带领他们在祷告，结果今天的战争节节胜利，我们节节败退。我们不能够这样下去，我们要赶快祷告，让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很恐怖，我不是讲这个话恐怖，还是尼克总统的神学比较正确。尼克就对着牧师说：“牧师，我所关注的不是神有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我所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里面。”阿门。弟兄姐妹，有时候教会两个弟兄吵架，有时候家庭里面儿子跟媳妇媳妇跟婆婆吵架，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吵架，有时候朋友跟朋友吵架，我们都祷告主啊，你站在我这边。他说：“我坏，我坏，你洗马，你帮你干什么？”我告诉你，这祷告很危险，很危险，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命令耶稣做事。到底谁是主？他们说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许多好像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有没有冤枉过？冤枉过吧？你父母反应是什么？怎么教你的？怎么教过？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嘛？冤枉过吧？没有冤枉应的，你要应了，等一下就有冤枉了。有没有被冤枉过？可是我们被冤枉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上帝啊，你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明明不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说我，说也说不清楚，越说越糟糕。人家说你就是这样子的，你越说就越在被利用。哇，气得什么叫人想中枪，死给你看。OK， 他到底有冤枉？你要做的事，人家说你做，你告诉你，我做传销，很多事，很多冤枉，讲都讲不清楚。有中国人就说了：“跳进黄河，洗不清。”我们根本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对吗？但是有很多事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怎么证明都见不得。你可能天生不对，我跟你一样，那天生这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上帝啊，你对我的处境不合理，你越是伸张正义。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目标、对主给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界限。耶稣给你的超过了那些界限，你接受不了。你发现上帝在考验你跟他之间主权的交往，给你不合理的事又怎样？他是主，他可以给你不合理的事吗？可以吗？可以。可以吗？可以。你当过兵没有？我没有当过，但是我的朋友当过兵。你当过兵没有？没有。你如果没有当过兵，你去问一些那些当兵的人，那些教官合不合理？很不合理的。我听说那些当特种兵的人，每天只吃一块饼干，因为他们必须要学会在野外生存，而且有时候那一块饼干还吃到一半，突然铃响。要必须把那一半，你说合不合理？我当兵已经很苦，吃一块饼干很苦，那半块饼干还不让我吃完，有些人偷偷摸摸，把它放在口袋里。结果一出列的时候，教官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检查兜里面有没有饼干，然后查出来有饼干，出去跑十公里。心里面很多的军人很冤枉的，我产半块饼干，你就要罚我跑十公里，我已经饿得快发光了，怎么跑十公里？合理吗？他是你的教官，他的训练一定是合理的。直到有一天你在战场上没有吃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教官是对的。你明白我的道理？神是你的主，他要塑造你。改变你，他可不可以给你磨练？可以。为什么我们只接受一个降福的主，却不能接受一个降灾的主？我必须提醒，我不想把上帝抹黑啊！免得我得罪神。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好的意念，即便是给我们苦难，也是为我们。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我们不明白，因为那个过程非常苦，非常不容易。我们很多时候接受不来，但是如果他是主的话，你就要把自己放下。耶稣超过你的经验，耶稣超过你的目
情，也许超过你人生的情况，也许是。阿门。年轻人，从这里出去后，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不会是得与得损，不会是梦想成真。有时候你喜欢的人可能不喜欢你，有时候你不喜欢的人可能不喜欢你，很麻烦的啊，很麻烦。你明白我的意思？很多事情不是上帝的意思。学习耶稣的祷告，主啊，父啊，好像不合理，求你掌管这亏原谅。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最冤枉的人就是主耶稣，他干嘛要喝那个苦杯？他是最不应该喝那个苦杯。父说，这个，所以耶稣说可以的话，我愿吧。但是耶稣说不照你意思。不过有一些基督徒比较神圣，比较属灵，那个灵不是灵命的灵，是灵伴的灵。他自己做错了，也说这是神给他的磨练，明白吗？很多事情明明已经讲的是自己忘记了，在别人面前，结果别人说你在外面到处说他坏话，你讲的你自己忘记了，结果主冤枉，那是有祸害。明明是我们做错了，上帝刑罚；明明是你做错了，神提醒你。磨练是你没有，你都会，你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行公义，结果上帝给你这么多灾难。不合理，不可解。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神不一样，很有可能是上帝在磨练。你经历过这个磨练吗？我必须坦诚说，他是最考验你让神做主的时刻。如果你正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非常理解，我非常同情你，很辛苦，心里面一直在反思，改变，顺服不顺服，一直在反思，对吧？今天下午，我求主帮助你，让你懂得放下，懂得放下，主啊，如果是你的意思。我知道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但是这却是你成长的必须。耶稣，做主，我是我在祷告。耶稣，这个愿望讲不清楚，对不对？讲不清楚就对不起。但是你知道我的心，我没有做过，就是你。虽然别的人不一定都相信。对过去的伤害、仇恨、不甘心，这是耶稣做主。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当时，耶稣进去哪里？加百伦安息日进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会堂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地，因为犹太人圣殿没有了。所以他们要教律法，在哪里教？很像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华人在这里没有聚会的地方，怎么办？租一个场地，租一个 camera， 租一个这个仓库，然后我们就聚会。会
为他谈下这样，他们就找一个地方就在一起，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对方。所以耶稣进去那个地方是犹太人，在会堂的里面是讲神的道，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你看看吗，这个会堂里面竟然有鬼。我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今天在这个聚会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在这里啪叫，下个地方你来吗？你们又不会的，这还很简单，那就不来。那你来的时候有附近，而且那个主席说你就坐在那旁边看住他。你在想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怎么会有鬼？犹太人不是信基督的吗？不是信耶和华神吗？上帝的子民当中会有被鬼？我过去有一直的概念，信耶稣的人有圣灵来同住，鬼是进不来的。我现在觉得这个观念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可能被鬼附？他不让耶稣做主的时候鬼就进来，你信不信？越多越多经验是这样，犹太人的地方竟然有鬼，而且鬼不少。哎，你哪里看出鬼不少？因为那个鬼讲话了嘛，那鬼没有讲说我，哎，他讲我们。哎，那个人心里不止一个鬼啊，对不对？那你问问卜卦，来看看24节，哪三个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不止一个，哇！而且不止这个人身上有鬼，在加利利那个地方鬼很多。哎，34节，你读。耶稣治好了许多和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39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的主啊，怎么会有那么多鬼啊？上帝子民中间的真实状况，这是让人心寒。因为你看到了耶稣在他们中间的，而奇怪的是什么呢？奇怪的是连鬼都知道耶稣是谁，明白吗？鬼说我知道你是谁。啊，今天马可是不是在对当时的读者说，如果连鬼都想得出去是谁，你们干嘛还要保佑？我们看到了当时整个犹太人的民族当中那种属灵的状况非常的让人担忧，因为鬼在他们中间有位置。今天年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属灵的成长你需要赶鬼。我问你，你在你的心灵深处还有给魔鬼留一个地方让他可以进来吗？对吧？有吗？你要把鬼赶出去，否则你永远都不会成长。你成长，你一成长对吧？你一成长对吧？当时犹太人的状况是这样，很多鬼的位置在，耶稣来了，鬼就要走。很多鬼，耶稣不断的赶鬼，不断的，耶稣有权柄，他在那里，他是主，他是王，鬼就必须要跑。你看，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我们认耶稣是主，但是我们却留了鬼的位置。我好多年以前曾经去到巴勒姆去赶鬼，那个教会请我们传道人去赶鬼。结果我也去，我从来没赶鬼的经验，那是唯一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奉主耶稣的名问你，里面的鬼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杨门女将，我气死了。有个鬼叫杨门女将，杨门女将是鬼，
知道那是鬼的话是。后来当他清醒的时候，我就问这个人，我说你里面那个是魔鬼，你所谓的那个娘们来讲是魔鬼，这个耶稣基督要进来，你愿意不愿意拒绝那个鬼？他告诉我，他说耶稣我也要，那个我也要，这是什么办法？所以那个鬼赶不出来。他这样讲以后，我就跟教会说，我明天走了，我赶不出他，因为不是我赶不出他，是他不愿意出，是那个主人要他留在那里，我们拼命赶赶赶赶赶赶，他不愿意让他出，把他请回来请回来，那做什么？你等他什么时候愿意了，我们再来看，你明白吗？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像那样，我们也给鬼留很多位置，我不知道吓你，真的是这样。你看看，我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讲了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状况，他说我们那些过去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是他叫我们以基督一同活过的，对吗？他说那时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属灵的状况是什么呢？他说那时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并且放纵恶魔的子民。保罗讲到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做主，他有三个属灵的状况：第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服在他下面；第二，他有放纵他里面的私欲、里面的罪性欲望；外面呢又有什么呢？今生流行的观与什么呢？与上帝的观念完全相悖。所以这样的人不死也没有办法，因为里应外合，服在魔鬼权下。告诉我，今生流行的敌对神的价值观念是谁在控制？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控制。他利用今天流行的抵挡神的观念，他自己弄出来。他利用这个，你里面有个罪性，就用这个里面的欲望，就是要反对神，就是要靠近罪，所以你这一个就跟他里应外合，出卖了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了魔鬼的权下，这是可怕的属灵文化。C.S. Lewis 很厉害，把这个观念放在了他的《纳尼亚》里面，你们看出来吗？因为这个安德烈亚斯那个小兄弟，为了拿到一个女王给他的什么糖，你们都不看《纳尼亚》动画片，我不知道你们看什么。你们看什么？你们看韩剧啊？你别说你没看电视啊，你看什么的？你不看这个？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 C.S. Lewis， 路易斯是英国很著名的文豪，和那个 Tolkien 就是写的《指环王》的那个戒指，两个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把信仰的那个精髓放在童话故事里面来表达出来，而这两部都已经拍成电影。不要去看那些哈利波特，没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内容。你去看那个 Tolkien 拍的那个《指环王》，他讲到人的罪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那个戒指全是金钱代表的那个罪恶势力，你一套上去，你就是个罪。变成魔鬼一样，很可怕。他讲到一个事实，所以他需要拯救，需要到一个地方拯救的神伏在上帝的面前。他在表达这个信仰观念，哪里讲到了那上帝的儿子，讲到了亚当的儿子进去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没有圣诞节的，因为耶稣没有讲的。他用狮子代表了耶稣基督，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尝到了那个魔鬼的女王的代表，就是以女王为代表的魔鬼，给他的甜头，他愿意出卖他的身体，他愿意出卖他的身份。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很智慧的，把这样一个保罗所讲的观念放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真的，我很喜欢跟我的孩子把他看这个，我就教他。你看，没有主的人，好像看起来是很自由。
其实魔鬼不需要现身，他透过今生流行的风俗、流行的价值体系来诱惑你，就好像那个糖，你不需要看到魔鬼，你看到糖，你里面想要，你也意外的出卖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魔鬼。其实你一直伏在他的下面。那你说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已经活过来了。但是我问你，今生的风俗还在吗？你里面的私欲还在吗？空中掌权的首领还在吗？他会不会继续影响你？有很多的人不明白，你在你的心中还留了很多的位置给你。魔鬼会透过很多你看起来没问题的东西来控制你的生命。如果你宣认耶稣是主，你的生命是由谁掌控的？主耶稣掌控。但是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件东西，不管它好和不好，掌控了你的生命，操控了主，你要小心啊，这很可能是魔鬼利用的一个工具来占有你的心。年轻人，今天占最多占你时间、最多占你空间、最多占你的生命的是什么？他占有了你，是你祷告也不想做，教会也不想去，读经也不会读，爱主根本不可能。到底占你人生多少的比例？你想过？其实答案在你心中，也在我心中。那就是电脑，电脑好吗？很好，传到人工电脑，因为我不电脑。电脑、影像，常常占据了我们生命的大部分。你可以看吗？可以。你可以用吗？可以。但是如果他占有了你，使到你没有办法活在耶稣的权下，而他叫你做东，你就去做东；做西，你就去做西。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你表面看起来是你爱玩电脑，实际上是魔鬼利用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念来牵着你的鼻子。你小心这件事情。我没有危言耸听，我也不需要吓你。今天如果你宣认耶稣是主，没有任何一件事，没有任何一个物能够与耶稣在你心中这个位置。耶稣来了，这一切必须离开。你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玩电脑玩到不想祷告，你就是让电脑做主。我教你一个方法，管不管用就看你自己，也看你愿不愿意被主保守。你写用电脑打字也好，写也好，你把它写上去贴在你的电脑上面。这句话是这样讲的：不是你玩我，是我玩你。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玩，是我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玩。你不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主。你写好贴在上面。每天当你打开电脑之前，你先读一次，不是你玩我，是我玩你，你听懂吗？每一次打开电脑，你就读一次，我保证你，你说我的主是耶稣基督，不是你。你看到这些话，你就有底气。我知道今天很多的男生，哎，玩，三更半夜睡不着觉，哇，活在那个虚。我知道你们很可怜，没有朋友，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找到一些价值观。你们出去，妈妈说你读书不好，爸爸说你不会做生意，朋友说你很吃。你在玩电脑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很有成就感，因为你玩的比别人好。你一关一关的破，破一关，你心里面就成就感。但是我告诉你，这种东西把你带去一个更空虚的世界。因为本身就是个虚拟的世界，你明白吗？你的人生不应该由他做主，你的人生也不应该由别人的价值观做主。人家说你没有用，你就没有用吗？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啊，这是一种的价值观。女生，你的
门以为玩的很好，但是恐怕没有像他们玩的那么明白。可能这个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一天在化妆上有多少时间呢？哪一天化妆好像自己鬼一样，是这样出不来见不了人，是不是？所以每一天化这样很好，化妆衣服穿来穿去，穿来穿去，每天买很多的衣服，你的柜子一打开来全都是衣服，还说都没有衣服，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是布啊。你一生气，去干嘛？购物，以购物来解决你内心空虚。很多人很会买东西，没有钱也买东西，因为越买的时候就好像自己里面舒服一点点，你已经被控制了，是吗？我觉得这商家很厉害，每一次打广告的时候，都是吸引那些要买东西的人。不要相信广告，因为广告的背后很多是欺骗。你信不信？你不信也好，信也好，这是什么？你知道12.99，这种99是谁搞出来的？其实就是13块，犹太人搞出来。因为当你看到12块，后面99你不会看，12块多啊，要便宜很多。其实13块，你明白吗？这个商家的技巧，他告诉你，你需要送人呢、啊，你需要，所以那些流行的价值观念一直在满足你的。这英文，我们中文一直翻译成需要，英文不一样，英文叫做 need 跟 want， 不一样，不是你学，是你想的。老师啊，我要吃饭的。你知道吃饭有很多种，有些人问的就是吃饭。吃饭这个东西概念很大，你可以吃简单一点吗？你也可以吃大鱼大肉吗？你可以吃10000块钱一顿的吗？也可以。到底你要吃哪一种饭呢？人活着真的是为了吃饭吗？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所谓的美观，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你被圣经影响得多，还是被这些事情影响得多？你被这些观念影响得多，还是被那些东西影响得多？你心中到底是谁在做主？甚至我在教会当中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是一个主，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一个不好的习惯，他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是不好的习惯。男生、女生都有，他们常常被这种不好的习惯捆绑着，也被魔鬼控制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欲望、看色情说、电影、喝酒。毒品、同性恋的倾向和抑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你生命中是谁在做主？耶稣来，鬼要出去。我们这次说。我们这次讲到成长与成熟，你所有的信息可以忘记，你记住一句话：耶稣是我的主，我要把他活出来。如果耶稣是你的主，鬼就要出去。你肯放他出去吗？你肯放下他吗？你肯丢掉吗？你肯让耶稣占有你的生命？鬼就要走了，鬼就开始说话。因为当时犹太人赶鬼是这样赶的，鬼跟一个赶鬼的人要对峙，如果谁先说出对方的名字，谁就赢了。所以那个鬼就先说话：我知道你是谁，拿撒勒人耶稣，
你是上面的圣者。那个鬼以为讲出了耶稣是谁，他就用离开。耶稣说：“我不跟你玩这一套，你照样给我闭嘴，出去。为什么？因为他有权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是你的主，鬼一定要出去。如果你不让鬼出去，耶稣就不是你的主。如果你要让耶稣做主，你必须把那些鬼赶出去，不赶出去，耶稣就出去，明白吗？”因为耶稣不可能跟鬼两边都站，在他在的地方，鬼一定没有；在他不在的地方，鬼一定进来。因为耶稣说，有一个人赶出一个鬼，结果那个鬼都带了七个鬼进来，明白吗？求主帮助你，基督徒，你要让耶稣做主。如果你让耶稣做主，我们出去；如果你不让耶稣做主，鬼就在你继续控制你的生活。那个鬼是无形的鬼，是一个你看不见的，是一个魔鬼借着很多的方式控制你的。你愿意放下吗？男生，今天你听了上帝的话，你要怎么做？不要让耶稣去把错，不要活在网络世界。你可以玩，但是不要活在你的世界。你知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不停。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连停都停不了，你开一辆车连刹车都刹不了的，你知道那个是叫什么？玩命。你先开一辆车的时候，先看看它的刹车是不是好的，对不对？如果你玩一件东西你刹不住，只好往前冲的，两个字送给你：找死。女生也是这样，不要找死。耶稣是我的主，我主帮助我。用最后一个例子来结束今天整个这两天信息的结束。在有一年的万圣节，什么叫万圣节呢？十一月那时候，通常西方人称为鬼节。我儿子常常问我：“爸爸，我们要不过这个节？”我说：“干嘛过这个节？除非你想做鬼。”有一年的万圣节，有一个美国人，年轻人，白人，他要去参加万圣节的 party。在这个 party 的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扮成鬼，对吧？他就想别出心裁，我要装一个印度安鬼。不知道印度安鬼是什么，反正很恐怖。那他是白人，印度安人是什么颜色？棕色。所以他就在自己身上画油彩，自己全身都涂的，全部都是棕色。然后这边有一个道场。这边呢，拿一个棍子，这里把自己画起来，凶神恶煞，自画起来，画到自己，连自己都吓一跳，哇，可以了，就出去了，就往那个 party 那边去，就走着走着，下雨了，糟糕，下雨怎么办？下雨的油彩就会淋了，那次的出来会像鬼一样。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建筑亮着灯。进去躲一下雨，那是教会。推开门的时候，那个教会跟我们今天一样在看玻璃柜。那个牧师一看到后面那个人进来，他在台上讲，别人都在看着他，只有他看到那个鬼。他就停了一停，紧接着会众就听到牧师讲话语无伦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是我举的，我不知道那天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弟兄姐妹，我们要像玛利亚一定要敬虔听。奉主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弟兄姐妹说，敬虔听跟赶鬼什么意思？啊，这牧师有时候讲到就是神神叨叨，算了。不讲不讲，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不把鬼赶出去。这牧师有时候讲话就越来越语无伦次，怎么在老是在你把鬼赶出去，赶鬼赶出去？所以后来有一些人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就回过头来一看。不是不是有人，只是我们没有警觉，后面真的有鬼。他们中间就开始有人站起来，一个一个从旁边那个门出去。我说你们这个教会真的很像那个教会，就可以出去。牧师在台上喊：“你们不要走，鬼要走。”但是没有人听他的。后来只剩下一个，牧师看没有人，他也走。
这轮出去，只剩下我们中间一个姐妹，这个姐妹走不了，因为她红色的毛衣被凳子上的钉勾住，走也走不了，因为一走要把整个凳子拿起来。那小鬼年纪大了，我来了，把他们的聚会都讲好了，心里不好意思就跑去帮那个那个老人家，把他的那个勾住的部分把它解开。这个姐妹就跟那个年轻人说：“我李先生，我李先生，你知道吗？我是这间教会20年的会员。不过我告诉你，这20年来，我一直站在你那一边。”你很搞笑。他说：“这20年来，我人在这里，我的心一直站在你那一边。”这个故事，我也跟你一样，觉得很好笑，但这却是一个事实。很多的人信耶稣，人在主面前，心不在主面前。你要成长吗？你要成熟吗？赶出去，阿门。你是全地的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常常自己做主，我们也常常无形中让魔鬼做主。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学习放自己在你的面前。如果有影响我们的生命不让你做主的，今天早下午求你帮助我们把它拒绝出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为王，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让我们带领我们平安的过来。今天是最后一天，盼望神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领受，将神的话深藏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诗歌《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耶稣，使瞎眼看见，能医治你，能忧伤你。你能使瞎眼看见。Thank you.
女生、弟兄或姐妹，你们有没有一些的困扰，或许是被网络，或许是被虚荣？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吗？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脱离，因为我们看到世界的潮流，看到世界这些吸引我们的地方，常常我浪费了许多时间。其实我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你希望你的一生就这样过去吗？你希望你的一生就这样天天玩着电脑吗？你希望你一天总是在那里打扮自己吗？你觉得里面重要还是外面重要？我相信当你自己改变自己的时候，外面自然也会看得看到一些黑暗的一面。好，我们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请你将你手放在心上，跟自己祷告说说，我愿意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是这样子虚浮的过去，也不是这样子艳丽的过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宅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永胜过珍珠。好，叫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那不变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Yeah.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